咱们南京王爷有一位特别厉害的学员，他叫张子瑶，在不在？好，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那个南航六 B 周二的张子瑶。嗯，二了。这个防守强度很大的，哎，小心，快滑，还要关他嘞！斯坦选择外线出手。又是赢的防守。想找三分绝杀。